这不就是动物世界吗？为什么叫动物世界？这是团队里所有人都在问我的一个问题。我一直在想，这部电影用一句话来讲的话，其实就是这些人不就是在靠着自己的动物本能在做事吗？他们已经失去了道德，失去了阶级，失去了束缚。我活下去就是第一位的，我觉得这就是动物本能。郑开思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小城市的普通人。这么想我呀？君跟郑开思是发小，就是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孟小胖是一点腹黑。你先让我看一下你们手里面还剩什么。他们的种种行为，我觉得都是凸显的是动物性。Read， 准备好钱就行。Pain， power hungry， you can all just listen to your animal instinct。你他妈就应该去死！这事要是办砸了，我可跟你玩命。这个电影里边所有的角色，在我的眼中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动物属性。Struggle， 你不要下床，你还想不想下床了？不 ，Cancel。Welcome to Animal World. Let the game begin.